brings you in today? Hello,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个金丁卡小丑。100% guarantee. 真的吗？100% guarantee. 那100%的防御，50000块。刹车35000。From 60 to 0 in like 2 seconds.前保险杆，哦，改了就不一样。You got great taste. 后保险杆，7400。引擎33500。看一下引擎它有没有差别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差别。那刹车呢？没有，它就 brake 不一样而已。所以它仪表板是长一样的。车灯我给它改，套件全部30000块。你用套件电子栏好了。有防滚架耶，哦，防滚架和底盘升级，原厂是这样，防滚就是它这两个比较一下，底盘升级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吗？看不太出来。那防滚架和赛车级改装。有啦，这个就看得出来了，改蛮多的。哇，他连铆钉都做出来了。铆钉就是车上有那个一洞洞洞，像大型螺丝这样锁在上面的。应该是在竞速的时候避免它撞飞了吧，或是壳子跑掉。好啦，就改这个。那车顶的话有百叶窗的，然后原厂。改用原厂好了，因为我喜欢看到里面的样子。那侧裙原厂是这样子，然后客制化跑车型碳纤侧裙。好啦，用碳纤侧裙。那导流板的话有碳纤尾翼、加色、第二型碳纤尾翼，然后 GT 好大、啊，听说这大的尾翼可以挡子弹、欸，真的吗？那我是不需要子弹啊，不需要挡子弹、啊，那我好看的话就。加色尾翼好了，这样子我主色调跟副色调可以改颜色。那竞速级的炫调系统4400，变速箱，我先试试看街车级的变速箱好了。车级赛车级，其实看听不太出来什么差别。它其实应该就是加速不同吧，你看它那个红色的地方，涡轮50000块。那就剩下车轮跟车窗了，那我就先改这样咯。那部分呢、啊、NG 好多次哦，不好意思。那喷漆的部分我再改一下主色调。欸，它如果我改主色调用黑色，
然后另外一款，另外一个副色调我给它改比较亮的颜色。这样其实也蛮好看的，就颜色可以跳出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把它反过来，换个亮金属好了。哇，这样也不赖哦。暗黑色，好像都没有比较 eye catch 的感觉的颜色，可能我橘色、黄色选太多了，想没有想要换颜色，就不需要怎么选。好啦，就选这个暗钢黑，很稳重的颜色。啊！一转弯就转到。哇，它的刹车是一整排红色的。哇，这个夕阳照上去好漂亮哦。沿路装了好多根招牌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那如果想要我拍什么样的车子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给我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